去鲤鱼门。呢一幕相信大家依然仲未忘记，但呢一幕之前就有个老友好似想阻止事情发生，而件事就从他哋上车嗰下开始讲。你担唔担心啊？我担心，我担心。你唔好扮嘢，你兜先。好，我哋去大坑啊！我先去大坑。一个住大坑，一个住浅水湾，一个住鲤鱼门，三个根本唔顺路。但呢位老友都上咗车，睇落去相信你会有啲头绪啦。好，我哋去大坑啊！我先去大坑。唔系，我而家去大坑。你送佢翻屋企先。啊，大坑唔得，大坑我送你翻屋企先。我送翻佢翻屋企先。我送你翻屋企先。送咗佢。我送佢先。当然如大家所知，生荣不想被先送回家啦，所以老友就转换策略，用完这一招真的尽晒力了。喂，不如这样吧，现在玩大一点，我想出去好吗？你使我是的，没了。你试着好眼光好，你听日打给我啦。就是这样，老友落了车。据知这位老友叫阿 Ken， 保险公司高层，和 Sammy 其中一个家姐同公司的。4月3是阿 Ken 生日，安仔心永就约了一班老友同他庆生。偷食事件前两日，即是4月1号，阿 Ken 亦都约过安仔和 Sammy 兼另一班朋友吃饭庆祝的。我特首嚟出下气咧，系冇问题嘅。接受我系一个冇诚信嘅人。我哋话俾你听 ，OK 就得噶啦。我谂你搞错，我谂你真系搞错，你唔好混淆两件事。苹果动新闻，坚持追踪真相，一齐守护公义。